Hello， 我是你们的穿搭房，又是一张丑到爆的素颜。我就是有看那些弹幕和评论来看到了很多人都在那里表达了想要抢劫我的想法。你们真是太龌龊太变态了，不过像我这么纯洁善良的人这世界上本来就不多了， so 不怪你们。对啊，那个弹幕评论里都有很多就是说我很美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就是还是会有很几条比较辣眼睛的弹幕说我像什么刘子成。我觉得你们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啊？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很多。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哦，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子成宝宝的感受啊？我们子成宝宝那么可爱，怎么能够像我呢？这么大的眼睛，这么小的鼻子，这么子成宝宝会不开心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他多努力吗？要对我们家的子成宝宝表示歉意，以及对广大网友进行随机。对这个仿妆，我打算来模仿一个子成宝宝的仿妆，因为我们家的子成宝宝还是个孩子，还不会长胡子，所以这句话好绕口啊。所以我们这些大胡子第一步要把胡子剃掉，这个化妆水，然后像格林，像这款绿色的安利香水，然后用这款兰芝的气垫笔。因为我们子成宝宝是天生丽质的，所以像我这种人就需要用这个遮瑕笔，爱丽彩的遮瑕笔，把这些斑啊还有痘啊那些什么的，最后就是定妆。打好了底妆以后就开始画眉毛，终于来到修容了。像我们这些平凡人没有子成宝宝的高鼻梁和 V 字脸，这只能靠修容来完成的。这是用的是这个爱丽来修容中的网红爱丽小屋双头修容笔，从眉头这里画到鼻尾，这里着重一点，因为你发现子成宝宝这里都是比较暗一点的，还要把它离开。是棕色的，棕色的，打一下眼睛，接着开始贴双眼皮。我这次打算贴两层双眼皮，看一下能不能达到那种欧式大外双的效果。贴好了一个眼睛，就这样子，眼睛贴好了以后就这样，眼睛好累，然后用眼线液来画一下眼头，眼睛真的好累，接下来画卧蚕。画完卧蚕以后就是最后一步了，嘴唇。我们家的子成宝宝嘴唇是水嫩水嫩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唇彩来弄得水嫩水嫩，然后再涂点唇膏。眼睛好累啊。大家觉得像吗？大家好，我是刘子成，晚上。我已经无言以对了，你们觉得这个视频像吗？啊，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像，好像不怎么像。那表情是怎样？看不准，不准。看到很多人疯狂的艾特我，我想在这里说一句话：南海是中国的。然后你们不要把宝宝反射到菲律宾去，宝宝心里苦，我的下巴也不是很尖，好吗？评论里这么多就是关于血流酸的，我等着你们了。我只是一个孩子，我给你们什么仇什么怨？你们这样无缘无故的骂我，你们什么意思？也都是你们关心宝宝流酸。今天这个妆容你们觉得像吗？你们觉得像吗？我觉得一般般嘞。你们这些 low 逼，如果看到这个视频，还不点赞、转发、收藏，就请给我立刻去世，谢谢。今天这个妆容就到这里结束啦。我现在的眼睛真的很累。Hello， 正常的阿婆出来啦。这是我弟。这个就是接下来的视频，就是要回复一下，就是之前你们在弹幕里问的那些问题，就是很多人在弹幕还有评论里都问我这个痣是什么，就是关于这个痣的由来，就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痣什么，反正我又不会看不见，我管它干嘛，所以真的很多很多每一条视频都有人家问我这个是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所以就不要再问了，我真的不知道，拜托。百分之十。上一个视频的弹幕那里有人家说我像 Red Monster， 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啊，因为他真的好帅啊，很帅很帅很帅。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就可以关注我，我会继续出视频的。而且我最近创了一个公众号，在这里，公众号在这里，你们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我会在上面分享许多东西，就是日常啊，或者一些美妆的教程，或者各种有趣的，我都会分享的。你们可以先关注这个公众号，是我刚创的，你们可以先关注我。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下个视频再见，拜拜。